点，新沃美股挂，招行立正，我爱你。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标股俱乐部，我是顾德投顾总顾问汤中奎汤老师。台北股市在今天啊，气势如虹哦，又是完全在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主头高位啊，拢是红的，最低的时候涨23，最高的时候涨106点哦，他开始强弹。那这个强弹呢，就此时无声胜有声了。在昨天之前，我就跟你谈了，这个盘呢、啊、要开始弹。我没有做第二种的一个假设，哦，你可以看很清楚哦。那在回首来时消失了，我说过只要成交量放大，那外资一直卖一直卖，它总会卖完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卖资的卖压已经慢慢的逐步的减缓，哦，一直卖一直卖，也被安娜从这里一直卖一直卖卖下来啊、哦。那它就是要放假了嘛，哦，让它去卖，卖完之后呢，它轻轻松松，它自然就会开始怎么样，开始起涨，对不对？自然就会开始起涨。我就跟你讲过，它卖压卖差不多了，卖完之后它就会起涨。所以这一根长红棒啊，它是完全在玩弄于股掌之间，预料中的事情啊。当你讲得准，当你讲得正确，当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啊，你不会觉得图，我反而要问你，你有做多吗？啊？你有探了几吗？很在乎指数的投资朋友，哎、欸，我来问你啊，今日大起啊，大起，主头到尾拢是红的啊，有探几无？啊？如果是单解套啊，吃不下睡不去，如果放不出，所以大盘的涨涨跌跌啊，干你什么事情？你如果看我的节目啊，你只是图得一个安心，或是只想看我解盘，我陪你聊天啊，其实你也不要浪费时间。如果你是真的很想赚钱，你真的很想听趋势啊，我讲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老是领先全市场？顾德投顾为什么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很简单的、啊、就是领先全市场。我做的事情啊，什么叫做有口皆碑？回首来时萧瑟路。跟你讲，大盘还有最后一刀，他乖乖的来最后一刀，来了之后，我跟你讲过，他会报复性的反弹。那不管如何，那我这个地方，我就跟你讲，内资他会嘎外资。讲完之后啊，又是今天的《工商时报》，你看一下。老师啊，这些报抓你下来哦，啊，下面我下来，我照着跟你讲啊，内资他会嘎外资，内资引领做梦行情，啊、哦，那到年底一到明年第一季，他讲的哦完全没有错，年底到明年第一季，内资会嘎外资，一直嘎一直嘎，嘎到元月份啊，外资放假回来之后，他之前怎么卖，你放心之后，元月份之后他会怎么买？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你要看得懂，你就不会怕，让他去卖嘛。外资被休假，我都跟你讲，外资要休假，还有一刀，他乖乖的来了，来了之后，我跟你讲，不用怕，哦，让他去卖，卖了差不多了，他自然就会涨，乖乖的就涨了。解盘，解盘会难吗？嗯，刚刚那讲的，说时是物，对进程迷，在操作个股的部分，还是问你那句话，如果你选的股票跟大盘没有关系。你跟着一样，跟我们一样很轻松，投资就是要很轻松，哦，不管你是不是跟着我来做，投资要很轻松。这一波大盘下杀杀爆瓦店，岁寒啊才知松柏之后凋也。梅花它为什么会越冷越开花？嗯，你有没有很轻松？老师啊，像刚刚那样吃不落，睡不起，安那会买安那轻松了，轻松不起来了。嘿，大盘吓死人，要安怎轻松？啊，你莫讲生笑，莫讲生笑啊！老师啊，你莫讲生笑，大盘吓到安尼，啊，无可能有大，你的今个股票安尼一路过关斩将，势如破竹啦！嘿，无可能的代志啦！大盘吓到安尼300多点呢，食袂落，困袂去，放袂出，真正有够痛苦的，怎么可能还会很轻松啊？耀华有没有很轻松？他在台北股市啊，12000点的位置啊，老师啊，蒙到一档，蒙到一档啦，蒙到一档啦。印华有没有很轻松？
天大盘今天印华开高走低，我等一下跟你交代一下印华未来何去何从。来，康普，我讲过近水楼台你会先得月啊，今天早盘我们就买了，早盘就买了啊，先买先赚。今天买进的康普涨停板获利爆了，人看涨，选对股跟对人就是不必管大盘，现买现赚涨停板。新会员啊，会费的问题今天又结束了，你看你又没跟上，近水楼台啊，他到底可不可以先得月啊？不是每一档盖完之后才开始涨的、啊，不是每一档啊都在等你啊，你要把握那个当下，手续办一办，先赚再说。我再讲一遍，跟对人，跟着蜜蜂，你绝对找得到厕这个花朵；跟着苍蝇啊，你绝对找得到厕所。哦，我差点讲错，来，奇邦，我拿七股买你家了啊，我拿五股，拿三股，整理了啊。那老师还没有大涨啊，没有大涨，没有大涨啊，还买在这边也还好啊。你要看清楚哦，大盘这一波300瓦电，奇邦，老师俺的股票怎么跟梅花一样，越冷它越开花、啊，这个还不稀奇。选股对不对很难？嗯，最近你会看到很多解盘的节目，为什么？它股票死光光。那他怎么办？如果是那种很两光的老师，哇，股票死光光，他只会陪你聊天。我跟你讲，这 K 线哦，安乱安乱吼，哎，外资哦，完了不够意思哦，哎，川普我、哦、不知道怎么这样，就陪你聊天，陪你解盘，把这半个小时耗过去。这种解盘的节目最近很多，看上看下看左转，你自己去努力看，因为他股票死光光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？我讲过，选对股票不必管大盘，选对股你要很轻松。Very relax， 对不对？歌照唱，舞照跳，马照跑，就是因为大盘不好，就是因为大盘大跌，才看得出来啊。谁啊？是瓦靠的 K 红胎，何处是你靠岸的港口？讲刚刚呢，讲来操作给你看。全市场看我最近讲的股票多不多？啊，每天都跟你讲耀华，耀华，耀华，每天跟你讲什么？印华，印华，印华，我会讲很多吗？啊，导播，你只会这一招吗？做股票是这样，你看我最近讲的股票不多啊，但是你会发现它说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啊。印花，我说日本的国花叫樱花，它是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，回首来时路的那个当下，我有嘴我讲到无烂，你就是无法来，因为大盘已经开始怎样，上穷碧落他下黄泉，无可能的股票会起的啦。哎，顾德同汤顺奎哦，外面骗假骗假，跟其他老师一样。你是不是要解盘啊？扯东扯西啊！我们没有解盘了、啊，我们还是像歌照唱，舞照跳，马照跑，按表操课大买。好，来找我就是按表操课，很轻松，突破季线。我跟你讲，睡。然后呢，没有动，我还是跟你讲，这就是你要的扣讯啊！啊，买股票买了之后啊。会抱股票才是爷爷，会买股票、啊、徒弟娘，会卖股票师傅娘，抱股票是爷爷。汤老师是不是爷爷？无可能，你怪无去啊！大包开始吓死人啊！去叔叔那里啊！大盘开始杀喽！大盘此时此刻已经大跌，重挫258点哦。我还问你哦，我跟你，因为你需要我，你会比比穿。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，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哦，我就不再多做赘述了哦。回首来时路那个当下，大盘重挫258，为什么？我汤顺奎选的印华，他就是金枪不倒，再创新高，还没发威，这就是你要的讯息嘛。老师啊，你看跟大盘有关系的被大盘拖下来了。我说人看长边惊啦，这就是你要的讯息嘛。如果他说小鼻子小眼睛，大盘跌死人哦，这一波跌死人哦，哎，跌死人，258继续重挫300多点。我跟你讲，阿拉不为所动，仍然看涨，这就是你要的讯息嘛。所以为什么去市场打听一下，全市场哪一个老师的续约率最高？我说我第二啊。第一个不敢站出来，老师啊，你的股票怎么跟梅花一样，越冷它越开花？清代的会员出一趟，压回来，再来一次。
免惊啊！安尼一支乌乌，两支乌乌，一支乌乌长长安尼安尼。老师啊，你搬公升球咧，哎，别人伊那死未了，还有机会过来啊！大盘较保守咧，大盘开始破底重挫，川普又乱讲话，那北韩又不知道干嘛？恐怖攻击，还阁免惊，莫公升球，别人伊那死未了哟！你看，你看，阁乌乌，看法不变。你到底要什么讯息？你在这个市场图的是什么？去想一想，固德投顾到底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？坚持到底有没有利润可以赚？你坚持对，你看一下大盘，大盘，大盘，你不会想看大盘的啦。今天喷出去了，有水无啦？真是水，又是漂亮的一战。啊，真的是有图有真相，而且有高讯。这一波啊，多少人啊，觉得钱好难赚。我们照样歌照唱，舞照跳，马照跑。印华9:19，市价获利出清，潇洒离开，资金保留，大赚税。葵花在手，老师啊，真的江山我有，收最低。很多人还在哀，钱好难赚。需要解盘吗？它跟大盘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还是潇洒之后还是轻轻松松？当千帆过尽，当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当飙股过万重山啊！你恍然大悟，老师啊，会费便宜，有来最近来补财库的，美国都吹球把球。为什么你不在车上？伯乐在寻找千里马，千里马也在找你啊！亲爱的投资朋友。快过年了，今年是大多头年，一路从9000攻到10822，2000多点的万里长征，你得到什么？得到就是害怕，多头你嘛惊，盘整你嘛惊，大台这一波啊，你一定惊呀，吃袂落，困袂去，放袂出，你真叫做痛苦的。为什么还是潇洒自若？为什么还是轻轻松松？为什么还是这样来找我？我讲过，你会很轻松，你只要按表操作就可以了。如何调兵遣将？如何紧张中求胜？是我汤顺伟啊，每天在做的工作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又错过，不要再错过了。跨出第一步，一试成主顾。很多好的股票，你觉得选股好难？你看一下我们选的股票，一档又一档，获利无法挡，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啊，他今天创新高了。啊，任何的拉回这张股票，我讲过它跌很深，未来都是买点。周子若自己打电话进来问，如果你有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，这张股票它还在等你。打电话进来问，广告中的电话我知道了，最近电话很难拨，哦，有点耐心拨通它，好、哦。想不想很轻松？投资就是要很轻松，跟对的人就会很轻松，轻松 VIP。哦，这一波都没有进度，今年到现在这一波完全都没赚到钱的。因为你一路怕指数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，多头它当然越来越高啊，但是在不断创新高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因为指数越来越高不敢做，明明看对却不敢做，看错却一直做。哦，要什么要轻松 VIP？ 因为要专人清代，清代的目的就是要叫你重压，你要重压飙出去，重压硬滑飙出去，你才会大赚嘛。重压什么要滑飙出去，你才会大赚嘛。想要重压的专人清代，套牢股票、啊。我们帮你换到我们的股票啊、哦，一样，波段重压，只收你最低门槛价。而这个专案只剩下最后的70个名额，广告中的电话如果很难拨啊，想尽办法拨通它。进一段广告之后，我们回到现场来。节能健康双科技。Panasonic 温水洗衣机。40°C 温泡洗，去垢焕白，让我每天感受愉悦。日本同步，品味生活。Panasonic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你知道吗？固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旗帜多重双向。固德投顾致富专线02-2578-3000。
Who's awake? 人力觉醒后，所有谜团终将得到解答。Star Wars 最后的绝地武士现正热映中。你也搭上疲劳的失速列车吗？合理他命医药级 B 群，觉得累用 A25 消除疲劳，快酸痛用强效定，缓解酸痛疲劳用 A25， 酸痛用强效定，消除疲劳酸痛的专家，合理他命。对苯二胺是对 B ammonia 更加严重，易燃物质，所以说它里面99%都含有 PTT 还有 ammonia。今天介绍法登洗发染。是用植物性的来看起来哈，这样是天然底部呢，不是在遮染头发哦，而且这样洗头、洗发、护发、染发三合一次搞定。美容院是1000块哦，你阮家中西买是700块，啊，但是你若是买两盒，就是1500，搁要送一盒。送一盒，感谢吴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看点位。从进入职场以来，我从来不认为我会输给任何人。状况果然还是没排除。你们到底谁可以去一趟？林总，这次换我去。48个钟头哎，连续宕机了3次。没关系，那我来检查看看。到了，到了，你早就该来了，太感谢你了。好，宜家很优秀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我做到了，那么你呢？现在所最喜欢讲的一句话，因为这个意思叫做不要不要。为什么要表表呢？因为表表就是我对时事的不满，不要表就是我对于现在事情我不想听到，我不想知道，我不想去理会它。现在的时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年轻人就要表表呢？你重点就要看我们的表表 PTT， 我们就会告诉你许多表表的事情。今晚6点，戴立刚带你表表 PTT。这是一场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，百年难得一见。台北股市啊，从去年的7000多点一路跟你追踪，一路死咬着不放，一路千里奔驰啊，他头也不回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一路过关斩将。今年10822点，它是一场财富重分配的胜战，没有错吧？你本话这啊，又分配给别人了。哎，这一路大多头呢，你必须考虑一件事情，深思熟虑一下。明明是大多头，你入宝山来空手回，你的操作有没有问题？你跟的人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们看宝的功力啊！啊，换做错股票要换。当你用错误的方法、错误的观念去操作，你一定套牢一大堆的股票。散户啊，其实啊，错人啊，做错没关系，最怕的是怎么样？挫折误蛋改。最怕的是你做错还一直做，套牢一堆股票又骗自己，那个叫做投资。你已经投资一整年，股龄高金啊，一整年一两年的，你还在投资吗？你还要自己骗自己吗？换，做错股票要换，跟错人要换，换啊，他绝对有机会。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啊，他永远听不懂。大多头哦，啊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啊，你无故人。来，昨天有个消息啊，那就是我们的耶伦啊，要下台了啊。费德今年要升息，明年还会再升3次，后年还是升2次。那不管如何，他确定12月要升息。那你会翻到我讲过了，你有来听过我汤老师全省演讲会，我就跟你讲，升息对股市是利多，会影响到，会打到债券市场，会打到房地产市场，这些都会来到什么股票市场，这叫做资金行情。所以美股昨天想当然尔，有来听我汤老师全省演讲会的，我们跟你讲，美股一定再创新高。他有没有再创新高？他为什么头也不回？我从去年讲到现在，讲到现在，一路，老师啊，解释后盘吗？来看一下去年，这是去年105年，信不信啦？啊，信不信？2月10号，我改讲我回到家，他乖乖的来到家，我改你讲我回到家。他乖乖的来到家，我说他一定创新高，因为低通膨率、失业率，我都给你讲啊，足清楚诶，数据非常好，一定创历史的新高。中国字看不懂吗？后来就不用我再讲，我一路给你追踪，都是一叠的，有没有？叫他整理就整理，叫他冲出去就冲出，一路，我说会更伟大。减税政策、财政政策，我都跟你讲，他一路完全验证。
到今天，到今天啊，他头也不回，一路都是我对。当我讲的准，当你讲的对，什么叫做专业，什么叫做实力，就不用我汤顺奎再去解盘事后盘了哦。来，那你会发现大盘啊，在这一波也跟你点名的很清楚，你操作的方向内需、业绩成长，明年看啊，非屏阵营，我都跟你讲点名的什么，跟你讲点名非屏阵营就是硬滑嘛，我跟你讲嘛啊。有没有？我说内资会嘎外资，我跟你讲内需内需内需，我跟你讲嘛。当这一波电子股拉回很深啊，你终于恍然到，老师啊，你讲的好像都对呢。爆抓了凯西西亚内资引领外资，外资还没回来啊。我内资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一月份以后大盘又回到原点之后，内资嘎外资引领做梦行情。我们来看看报纸会不会这样写，哦，看我讲的东西会不会发生。我讲的东西内需嘛，看内需内需内需。我讲的什么？内资会嘎外资嘛？我们来看会不会发生。不管如何啦，先赚再说啦。来，近水楼台到底可不可以先得月？康普今天又买进了，你又来不及了，我也来不及通知你了。鞭长他莫及啊，现买现赚。康普今天买进涨停板，今天就把会费的问题解决完了，后面又是享受好山好水、好风景的好盘。为什么要买康普？为什么？唔知，我管你买蛋鸡，全球的估价创新历史的新高，大涨。他是做什么的？唔知，我管你买蛋鸡，他做电池，这个电动车的锂电池。来，它是原料，很多美好的仗啊，我们都打过了啦。看一下，你脚步真的跟紧。我不是解盘的老师，解盘就怎样？来这边出公差的，陪你聊天的，解盘的，正经八百舌头吐莲花，那图卡电脑打的，然后呢？把你把这半个时间浪费完毕，促膝青云志，牛蹉跎白发年。我们都是玩真的啦，顾得投顾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我们不打官腔的，见动人见通。我跟你讲嘛，讲完之后你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买，买完之后亮灯，有没有？我们都一直在创造财富啊，财富重分配。为什么来找我都无话可说？频频点头，亲戚朋友介绍的股市饕客，买进卖出都跟你讲，修改。财富总分配，这分配假的吗？你眼睛被什么蒙蔽了吗？有没有讲在前面？有没有验证在后？有没有有图有真相？为什么来找我都无话可说？我说新科状元，新科状元是新科，力度是不二啦。我们买到手软，买到脚软，又是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领先全市场。当消息面利多出来的时候，跳空涨停板，连跳两根。哎，老师啊，一路狂飙无怨尤哎，你还在管大盘？初心也跟你讲。收起来，又够20%，20%，20%，40%，大家安尼谈，歌照唱，舞照跳，马照跑，大盘远远抛在脑后，跟对人，跟对人，很多美好的仗，看一下，今年大多头年，大多头年要大赚，大家拢要讲，讲刚刚咧讲咧，对吧？谁能带你大赚？旱地拔葱立山，上车就对，我们买到手软，买到脚软。突破压力线，我就跟你讲，开始喽，开始过压喽。后面你就看他一路，啊，你还在管大盘，财富重分配，逮到他的时候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就是你资产一下翻好几倍的时候。出也跟你讲，喘一下，买回来我也跟你讲，我们会买会卖，都跟你讲得很清楚。立三，你看一下，涨上来的时候就很多两光分析师开始介绍了，有没有？我们买在什么点？很多老师开始介绍咯，他说跑来问其他导游的照啊，因为他们抱不住啊。还记得我他老师跟你讲那句话吗？会买股票，会买股票是徒弟，会买股票是徒弟，会卖股票啊是老师，会抱股票才是爷爷。你要什么？你当然是要爷爷啊。我们怎么抱的？你看清楚，看清楚。我说小心会喷出，喷出。老师啊，涨这么多，你莫讲生气啊，各位喷出去，真的啊，给。赚这么多够了，够了，够了啦！啊，来找我，当天时地利人和来的时候，就是你要翻身的时候，我一定带你好好狠狠的赚他一波亮灯涨停板。不睡不睡，老师啊，跟着你真是睡，还是不出134%、145%、147%，老师还好戏在后，真的还假的？那时候才56块，仍然看涨，57块，跳空涨停，62块，64块，这不是你要的吗？老师啊！够了啦，还什么够了？好好的赚一波，68了，啊，从二字头、三字头、四字头带你到六字头、七字头，
出都跟你讲。Sugar 240%，跌到它的时候就是狠狠的赚。需要管大盘吗？这过程当中啊，你很轻松，有没有很轻松？这过程当中啊，不会因为大买，不会因为大赚影响到你的工作，影响到你的生活，影响到你带小孩。歌照唱，舞照跳，马照跑。今天最近才看得出实力，因为大盘跌死了，就不用我讲了吧。印华，全市场就我在讲，全市场最领先市场又是我，全市场很多股票全部死光光，每个老师都跟你解盘，陪你聊天，我们这样歌照唱，舞照跳，马照跑，一直到他今天创新高出清，又是漂亮的一战，无睡不？啊，脚步跟紧，跟紧，跟紧，跟对人啊，是你正本清源之道，是你为什么老是不能赚钱的最大原因呢、啊？这张股票务必，我们还有股票要标了，我另外打买点还没到，周子若自己打电话来问，啊，你看有上车的，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喽，已经开始喽，自己打电话进来问，还有股票要标，跟对人很重要，我要让你很轻松啊。紧紧张张事交给我，轻松你来做，轻松 VIP， 怕指数高，这一波今年都没赚到钱的，想要重压拼回来的，专人清代重压，集中火力，套牢股票帮你处理，只收你最低门槛，只收你最低门槛，最后70个名额，广告中的电话如果很难拨啊，想尽办法拨通他，物质敌之不来，事无啊，有标股以待之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全系列超越国家新一级，回馈热卖中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投顾拥有证券及或双证照的专业投顾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旗帜多重方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投顾致富专线02-2578-3000。节能制霸，给他请日制冰箱，全系列超越国家新一级，回馈热卖中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投顾拥有证券及或双证照的专业投顾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旗帜多重方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投顾致富专线。LG 双能洗，世界首创一步双击，上至滚筒洗衣，下达直立洗衣，让袜子内衣可以分开洗，同时好，不止健康，还省时有效率。LG 双能洗，上下一起洗，双倍好效率。雪上销售破亿 ，Nokia 3310经典在线远传独家，耶诞最佳献礼，来远传买 Nokia 等多款旗舰机送3310。你为理想不走朝九晚五，我为圆梦踏上歌手路。你在怀疑中。